不行，就买 MPV， 没得商量。哎呀，媳妇，这个车怎么就不家用了吗？多家用啊！不行，咱们家四口人，你买个两座车。这是四座车哈，备箱打开里面还有两个座。在哪儿呢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说买它就要买。好啊，你要觉得家里的事情能管好，那你就买吧。管就管，你想我谁呢？你我管。妈妈，怎么了？我在家里写作业呢。以后我不管你了，以后你爸管你。儿子，以后有啥事跟爸。对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又管不了你。哥们儿，喝点小酒，你是上蹿下跳；跟我作对，你是生死难料。元神启动。没事，海哥，大号练废了，我还有个小号，我还有个女儿。爸，我要去 TFBOYS 十周年演唱会，给我200万。多少钱？不给是吧？不给我可跟黄妹走了哟。同花优势的。老公，还有你妹妹呢，我就要和她在一起，在这个家我感觉到很窒息。她有什么好啊？小龙很帅呀。我劝你别和我硬碰硬，小心我扒你一层皮。行了，立正。啊。媳妇，我错了，车我不买了。也不是不能买，咱家这么多人，得买个坐得下的吧。海哥，到，明白。荣威 IMAX 8这款 MPV 完全满足您的需求，而且车大而灵活，搭配 MPV 专属调教的底盘滤震系统，还有辅助驾驶系统，操控得心应手。来，上车看看，第二排沙发分高级的真皮座椅，怠速车内噪音37dB， 静谧舒适。等一下，滚。我继续哈，这车非常实用，70升的超大油箱，而且加92就行了。后备箱翻折后，空间最高可达1564升。在之前的中保研碰撞测试中，三项优秀，安全性也没得说。啊，媳妇，这个家还是得靠你，你就是一家之主，这个家里所有钱都归你管。那你家在电脑桌下那张银行卡也归我管喽。